3, 2, 1。很多时候我们在说，到底 what's a great look like？刚才我们在做保险，我们就要给人家一个梦。在 NCSC 不用讲梦了，是讲理想。面对任何的挑战的时刻，我们都屹立不倒，都站起来。The night is belong to all of you. NCSC.You guys are the people I want to hang out and party with.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without much further ado, let us begin the very first award presentation of the night. Make some noise to the champion, Su Chi Sei! 可是那时候 Mr. Wong 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去追求你的梦想，有一天当你要回来的时候， NCSE 的大门永远会为你而开。你会站在台上，以 A 你的身份来去分享我的故事，我相信我会回他一句你笑哦，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个很小很小很小只的鱼要游向大海的一只小小鱼吧。所以我想告诉 Mr. Wong， 在2019年，在你最低谷的时候，对不起，我没有在你的身边，可是我想告诉你 NCSE 的兄弟伙伴姐妹，告诉你，你输我们陪你东山再起，你赢我们陪你君临天下。我想要谢谢你们每一个人曾经对我说过的每一句鼓励的话，没有你们，我们怎么可能成为 Muslim Agency？ 我们怎么可能我相信啊，接下来的我的 team 里面的人的也会成为 top new life planner。NCSE 要成功先发